可以啊 ，Pay 哥会撞版权嘅，唔得噶。JB 啲歌唔错嘅，中意有《西游记》呢首歌啦，大家可以去听。噶嗰位唔使喺度洗版嘅，系我嚟嘅，系我嚟嘅。播印度版会唔会撞版权？都会撞版权，因为 YouTube 之前公开过，全世界最劲嘅 channel 其实系一个印度嘅音乐 channel。所以播印度的音樂是很容易中版權的。咁啊，投訴到我哋啤梨晚報咧嚇，都接咗台一陣一日啊。咁啊，投訴到我哋啤梨晚報咧嚇，都接咗台一陣一日啊。啊，即係超過24小時啦都。佢點啊？一個人投訴就搞到。我唔知佢點做，總之係佢發動啦，發動埋啲藍絲去支持。啊，即係超過24小時啦都。佢點啊？一個人投訴就搞到。我唔知佢點做，總之係佢發動啦，發動埋啲藍絲去支持。可能用啲啊，即係動嗰啲程式咯。可能用啲啊，即係動嗰啲程式咯。